然除了秀甜蜜，也有人可以在这样的严肃场合胜出，那就是以新人姿态认真工作的韩庚。虽说最近少有作品跟大家见面，但就最近娱乐圈的热门话题，人家还是很愿意加入先头部队。为防演员吸毒被抓影响作品发布，如今很多演员进组也要先行尿检以验明正身，对此韩庚可是大力赞成。又不是当面去验，我觉得还好吧。如果要在一起合作呢，真的是互相的一个信任，对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对对，娱乐新天地，加入热门话题才会比较受关注嘛。综合报道。